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所有家人们。所有家人们，晚上好。你在哪里啊？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咱们进来的先点赞好不好？咱们进来的先点赞，先点赞，然后没有分享直播了，先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咱们所有家人先点赞，没分享的分享一下。你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咱们家人们，等一下我一一的回答你们的话啊，然后给你们说一下这两天在干嘛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欢迎所有的家人们。咱们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没点赞的先点赞，没有分享的就分享一下。然后你们所有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想要知道的答案，我都一一的全部给你们说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所有家人们，你们想要问的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的来问。你们想要问的来，一个一个的问。咱们首先没点赞的点赞一下，没分享的就分享一下。来啊。来啊、哦，一个一个来，上人上人，王妃在干嘛？王妃在干嘛？王妃的小姨在哪里了？好，我首先先回答一下你们的这个问题啊。我这样子说话，你们能听得到吗？我这样子说，你们能听到吗，家人们？听到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跟你们说一下王妃在干嘛。王妃她，不要说你问啊，家人们，不要说你问，不要说你问，不要说你问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就好好的这里聊天就行了，不要说你问了，你问的话我们就不要说了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你问的话我们就不要说了，我们就好好的聊天。王妃她小姨啊。还是不好，所以走不开。
王菲一直在跟她的家人一起在看着小姨，王菲都瘦了，王菲都瘦了很多了。然后我的话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城市，老家的城市。我今天下午来的，我今天下午5点到的，我们大凉山的。我今天下午5点到我们这边大凉山的。我今天下午到我们大凉山，然后家人们一直跟我说，一直叫我直播，所以我就开直播了。谢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关心，还有家人们，你们也不要担心了，好不好？不要送礼物了，火火姐姐，不要送礼物了，你们也不要担心了，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担心也没有用。它发生了就没有办法去改变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有些事情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担心了。对吧？所以家人们，我们就顺其自然，我们就顺其自然，对不对？你们说，家人们，你们说顺其自然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说一下顺其自然好不好？有多少人希望顺其自然？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有多少人希望顺其自然？你们觉得顺其自然好的话，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。这么多人也觉得顺其自然好，对不对？
你们，那你们说一下，家人们，你们来说一下，不顺气自然的话，还能干什么？你们来，我们一起想一下办法。来，我们多几个人来一起连麦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想一下办法。要连麦的啊，要连麦的连麦一下。家人们，不是去接不接的问题了，现在。要连麦的啊，要连麦的连麦一下。要连麦的你们连麦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收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干，我们就这里聊天，一起来商量，行不行？一起来商量一下这个事情。今天咱们什么也不干。来，要连麦的，要连麦的，这里申请一下连麦啊。怎么升级不了吗？年迈的人太多了，家人们，年迈的人太多了，你们能不能？我害怕等一下年迈年到黑粉，你们能不能抢先年迈？因为年迈的人太多了。我害怕连麦上黑粉，让王菲自己去接是吧？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了，家人们，咱们礼物的话我们就不要送了，我们就坐在这里聊天，然后一起去商量一下这个事情，一起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咱们啊，没点赞的点一下赞，没有分享的就分享一下直播就行，行不行？